是咱要来交到客运门，客运门二十八间，四间一百十八间，咱是客运门二十八间。这是我来客厅听这个来宾。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啊。伊会出来受到我们的关怀。愿以色列讲。伊会出来受到我们的关怀。愿阿伦这些家讲。伊会出来受到我们的关怀。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会出来受到我们的关怀。在规日的时，我求求上主，上主就听我祷告，上主甲我同在，我无惊吓。阿爸，开关机的门。我来为你感谢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初师父气煞的酒，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我求你，求你解救我。奉上主的名来的，这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无人能比。要拿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感恩。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会出来受到我们的关怀。这是咱要来看一段圣经，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可以用台语和英文来读，请大家注意来听。当感谢上帝，常常立基督的心，在最头传我，也用我伫各所在显明。一个对捌基督才有的气味，因为对伫上帝，我伫地球的人的中间，以及灵魂的人的中间，最基督的含义，对这人是对是最对死得到死的味，对遐个是最活得到活的味，这个事是最未堪得当，因为我无亲像侪侪人。本着上帝的道理，就是用诚实对上帝，在上帝面前点的祈祷来讲。这是咱要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日经句是伫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请兄弟咱做位来读，预备来。我的爱是世界的情操。这个心体把心来改变化看你我另一个人面对心理是上帝的心理了大华裔顺着你的记忆这是请我们跟信华队三个来合作